小红啊，彩霞终于熬到头了。明天啊，她跟少爷结婚了，成了王家的少奶奶了。真没想到，路边差点冻死的乞丐，正要当皇后。小红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吹了一阵风，把灯笼刮下来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哎，好了，赶快收拾干净，换上新的吧。是。 这件事情可千万不能让我二妈知道，她对这种事情忌讳。好了，抓紧时间，快换上。是，少爷。看你还怎么跑！ 彩霞，坚持住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救救我！彩霞，彩霞！ 爸，天成，哎，哎呀，坐坐坐坐，来，啊，天成啊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啊，央行刚刚进了一批货，必须赶快核对清楚。嗯，生意嘛，可以慢慢做，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！啊，知道了吧？那我去看看彩霞。哦，快去吧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去。 不能去，怎么了，赵迪？为什么不可以去啊？现在已经是子时，已经是你结婚的日子了，迎娶之前不能跟新娘子见面。迷信，无稽之谈。我也是为天成好啊。俗话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。是，我知道我在这个家，人微言轻，说话没人听。 谁叫我是二妈？你，爸爸，二妈说的没错，我们就听二妈的。彩霞，你为什么要逃走？你知道你这么做我有多担心吗？你知道这样做有生命危险吗？可是，我不想别人在因我受到伤害。那是他们罪有应得。不，他们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他们不是那样的人。 你太小了，彩霞，他们嘴上都是仁义道德，其实都做的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们不是那样的人，那你说他们是怎样的人？爸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离开这儿吧。离开？你想一想，你忍心看着天成少爷一个人孤孤单单跟这些豺狼虎豹生活在一起吗？你想一想，你忍心看着天成少爷？ 生活在这样的阴影里，时刻有生命危险吗？你愿意吗？啊，爸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。彩霞。
彩霞，彩霞，你听我说，不要上他们的当。记得吧，我们答应过玉清小姐，要尽力护着天成少爷的，啊！我们回家吧，良辰吉时就要到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结婚是欢欢喜喜的事，是人生最幸福的事。有人说，结婚是一个女人一生的开始，但我却一点欢喜幸福的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是一个童养媳。因为有人要全力阻挠破坏我的婚事。首饰呢？我没有其他首饰，我就只有这条项链。啊，堂堂王家大少奶奶只有一条项链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再找找。哎哎，什么？别拿！哎，你把这个还给我。哇，这真是价值连城啊！你怎么不戴呢？哎呦，快戴上！还给我吧。戴上。这个。是个过世的老人送给我的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我怕带着这个不吉利。那你就带着这个链子去嫁呀。大少爷选的是彩霞，有没有首饰啊都没关系的。时候不早了，该拜别你爸爸上花轿了。新娘子来拜别父亲了。爸，彩霞，真好，你今天终于要和天成少爷结婚了。爸爸等了很多年，就是为了就等着今天。彩霞，你是个聪明善良的孩子，从小就没了娘，爸爸在你娘面前发过誓，要好好的照顾你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看到你幸福，真好。爸爸终于可以履行对你娘的承诺了。爸，我妈在临终之前跟我说过，做人要心存善念，要做善事，说善言，也就是说，不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王家的人了，我一定会好好记住我妈的教诲，不会让她失望的。彩霞，
你能这么想很好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做人难免有不能两全的事，也一定会有不周之处。当你以后不能两全的时候，不要害怕，听爸的，爸爸会在你身边帮助你。你就只管和天成少爷好好结婚吧。吉时快过了，新娘子叩别父亲吧。老爷，哎，阿忠，老爷，花轿就要到了，要到了。嗯，哎呀，太好了。阿忠啊，自从给彩霞天成定了这门亲，为了等这一天，等了整整六年呐，终于盼到了我们王家今天大喜的日子了。哎，阿忠，你刚才还叫我什么？啊，老爷？嘿，以后可不许这么叫了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正式结为亲家，以后不准再这么叫我老爷了啊！哪里啊，老爷，您升了我做管家，这六年来，您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你永远是我的老爷，我怎么敢和您攀亲、平起平坐呢？哎呀，阿忠啊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你做事啊，一向稳妥又负责，这些年来可真没少帮我的忙。反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千万不要这么客套啊！老爷，今天开始，彩霞就正式是天成的媳妇儿了。我觉得她就可以正式跟着天成啊，一起掌管我们的洋行。我这心里面，别提多开心了。花轿，新娘子来了，来了，走，看看去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老爷，怎么了？啊，老爷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我这心脏啊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老毛病了，这一激动啊，就……老爷，这些年你老犯心绞痛，医生说你这是先天性心脏病，千万不要让自己情绪起伏太大。今天啊，你可千万别高兴过了头，免得乐极生悲。放心吧，我会自我调节的。今天可是我们王家大喜的日子，再怎么着，我也不能缺席，是吧？老爷，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。放心，我还要等着天成跟彩霞多给我生几个胖孙子呢。我可不能就这么两眼一闭啊就走了，我不甘心呐。哎呦，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了。Thank you.
是长一起来的，我跟你讲，是吗？那是智慧，这是智慧，是智慧，是智慧。哎，多吃点，咱多吃点。喝了，喝了，喝喝喝喝喝。来来来，不吃不怪啊！来来来，多喝点。来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老爷真是的，明知道亲家老爷反对这门婚事，还请他去上座。亲家老爷好歹是大少爷名义上的外公，当然坐主桌了，甚至啊应该主持婚礼才对。我看呢、啊、准生事儿，弄不好啊把好好的喜宴搞得不欢而散。哎呀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是我王家长子天成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我们王家的大日子，代表着我们王家的事业后继有人，一切全靠各位帮忙，谢谢大家对我爱子天成的照顾还有栽培啊！今天我们全家敬各位一杯。好，请。请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请随意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请坐，请。高兴啊，好，慢用，哎，两位老板，来，我敬你们。都喝点啊。亲家，亲家，过来，快过来，来来，啊，来，快点，慢用啊，请慢用，多喝点啊。来，快来，坐坐坐坐。老爷，来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哎呀，我能有什么吩咐？别瞎忙活，你是亲家，赶紧坐下。哎，坐，来，坐坐坐。老爷，您别太抬举我了。虽然我是彩霞的爸爸，但我也是王家的下人，理应去招呼大家，不能在这吃吃喝喝呀。哎呀，坐坐坐坐坐。行了，别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俩就正式结为亲家。你以后啊，我坐哪儿你就坐哪儿，你要挨住。哎，天成来，给岳父敬酒。是吧？爸，我敬你。好，谢谢。这个猴戏耍完了没有？爸，从早到晚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啊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如果你身体今天真的不太舒服，大可以回房间休息嘛，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需要这么客气。谁和他是一家人了？张彩霞原本就是娶过来当煞的一个童养媳，娶过来之后煞没当成，反而克死了你的爸爸。照理说这桩婚事早就该断了，可是你竟然真的让天成娶了这个乞丐女，还在这儿风风光光的搞这么大的婚礼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让不让人家笑话？好让人家去说天成是不是有问题，连个门当户对的老婆都讨不起，娶了这么个低山下寺的乞丐女。爸，我实在不敢赞同您的观点，彩霞怎么就成了一个低三下四的女孩？在我的眼里，她就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好女孩。这么多年她在我们王家尽力地伺候老人，规规矩矩，手脚勤快，从不贪慕虚荣。她跟所有的下人一样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穿的是粗布麻衣，连一件像样的贵重首饰都没有。这样的女孩您还有什么好挑剔的？还有，我按照许诺把这样贤良淑德的女子娶进我们家门，只会让父老乡亲赞同我们王家说到做到，不爱慕虚荣。这明摆着是一件好事，大家怎么可能嘲笑我们呢？而且我们做生意的讲究的就是信用，
我王世宏按照当年的承诺就讲了这个信用。我把张彩霞迎进我们的家门，只会让父老乡亲赞同我王世宏说到做到，这对我们王记的事业只有益处。大家为什么要嘲笑我们？为什么要说我们王家的闲话？你以为你们家的生意是你王世宏做起来的吗？你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如果没有我们蔡家和这里的那些名流世家多年来结下来的交情，还有我那位在船运公司当大老板的方彪的结拜之情，你们王家能做得起来吗？早完了。这大家说是不是啊？你们大家今天到这儿来喝这杯喜酒，你们说是冲着王家的面子，还是冲着我蔡振华的外孙娶媳妇的面子？说，你们都说啊。爸，不管是看在您的面子上还是我的薄面上，今天晚上是我的儿子您的外孙王天成大喜的日子，只要大家高兴就好。这个面子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谁高兴啊？反正我就不高兴。你让这种下贱的女人成了天成的正室，那么天宝和美珍就得叫她一声大嫂。我蔡振华的亲外孙能叫这种下贱的女人大嫂吗？你简直就是荒唐，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。爸，爸，您就不要说了，您越说我越伤心。嫁鸡随鸡，既然世宏心意已决，就当我命苦吧。这是天宝和美珍命苦啊。爸，今天晚上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在乎的不是别人，你是觉得这彩霞配不上天成，门不当户不对，对吧？好啊，那这事儿就简单了，我把这布庄交给阿忠，从此以后张家也就变成有钱人了，所以也就门当户对了，这张彩霞就配得上王天成了，不是吗？说什么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地在这搞这个婚礼，目的就是想转移财产，把王家的财产全都转移到天成和彩霞的名下，让天宝什么都没有。这财产由长子继承，天经地义，有什么不对的呀？反正这门亲事我就是不同意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都是这一代有头有脸的人，怎么能够屈尊降贵到这里来喝这种下贱女人的喜酒呢？走吧，大家都走吧，我不能让外人看我们的笑话。如果你们想继续与这个下贱的女人为伍，那么你们就在这儿继续喝。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向你们挑明了，我那位兄弟方彪以后还会不会让你们的货靠港就难说了。蔡老爷，蔡老爷，我只是个下人，您不用和我一般见识，很抱歉。哎呀，亲家，你别拦了，你也拦不住。让我岳父拂袖而去的原因根本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布庄跟你没关系。我跟你没完。哼，跟这些老爷一起走吧。
啊，亲家，还愣什么啊？来来来来。各位父老乡亲啊，各位，哎，感谢你们能够留下来。哈，其实这样也好，人少啊，大家就更自在了啊。我王世宏，喜儿天成，还有亲家，敬各位一杯。李小姐，我一定会兑现对你的承诺。好好的照顾天成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做法到底对不对，将来是不是反而会对天成造成更多的伤害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这样隐瞒身份接近天成，甚至成为他的妻子，这样做到底对不对？我感觉得出来，你对老爷的感情很深，一定也不希望看见老爷家破人亡。我不知道我干爸到底要怎么样他才肯罢休，可是我会尽力阻止他，我会尽力让你在天之灵安心的。记得那一天，是城里大善人李老爷的50寿诞，同时也是他新居落成的日子。往年李老爷的寿诞一定会发福糕，月台木很沉的，小心挂啊。为了领福糕，我一大早就赶到李老爷家门外。那年我才八岁。各位乡亲，哎，各位乡亲，稍后啊，请大家到天后宫前领咱们李老爷的寿糕啊！哎，大家都有份儿，都有份儿啊！我保证，大家都有份儿啊！啊！小心！阿荣啊，你不在柴房干活，你到大厅干什么？小心，这块匾额是老爷的传家宝，你可别把它弄坏喽。小姐，都怪我没把下人带好。这个阿荣啊，他本来应该是专干粗活的，在柴房劈柴担水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竟敢胆大包天跑到大厅里来了。一会儿啊，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。阿荣，小姐，谢谢你啊。小姐，我去忙了。老郑，阿荣刚刚可是救了李家的传家匾，这块传家匾要是砸坏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应该奖赏他，千万别骂他哦。好啊，要奖赏没错，但真正该奖赏的是他救了我心爱的传家宝，我的好女儿。哦，那块匾只是个木头，坏了就坏了，不打紧。嗯，爹，天成都6岁了，你怎么还抱着他呀？哎，我的身子骨还硬朗，还抱得动我的乖外孙。嗯，好了，天成，快下来吧，别赖着外公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你手抓着什么呀？啊，拿出来给妈妈看，快。是外公给我的。你拿外公的钱干嘛呀？我在账房算账，他就拿着他玩，他也不过一个大洋，他想玩啊就给他嘛。啊，爹，你可不能这样宠着天成，要是他不懂得惜福的话，把钱当作玩意儿来玩，那可不行啊。他才不会把钱当作玩意儿呢啊。哎呀，哎，天成啊，钱这个东西啊是很俗气的，但是他能救人啊，
外公给你这块大洋，改天呢，你想帮助人的时候，就把它拿出来，好不好啊？好，我一定会帮助别人。阿姨啊，快点，再开快点，这个速度怎么行啊？啊，少爷，已经够快了，再快就有危险了。我不管，反正啊，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赶回去贺寿，你能开多快就开多快。50大寿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子孙满堂。哎，好，多谢你们，多谢你们，谢谢李老爷，下去吧。这都是你的安排吧？真会讨爹爹的欢喜呀、啊！爹，这不是我安排的。是啊，老爷，我们是代表乡亲自愿给您祝寿的。老爷年年捐款兴学铺路，我们都很感激您啊。你们听见了吗？我李大富啊，虽然对乡里有些馈赠，但是这么多好心人没有忘了我，还前来为我祝寿，来的都是我的客，都是我李大夫的座上嘉宾。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喝我的寿宴酒，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啊！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喝来喝来啊！老爷真是客气，送上那么多菜啊！来，我们再干一杯啊！来来来来啊！来，好，好好，来一定要喝好啊！好，来来，好好好，谢谢了啊！来，干了，好。哎，老爷，您喝多了，别再喝了。厅上还有几位员外，都在等着给您祝寿呢。哎呀，我刚才已经陪他们喝了一巡了，我宁愿跟乡亲们在一起喝，又不拘束啊，又不用说客套话，对不对啊？多轻松，多痛快呀！来，干干干了，干了。谢谢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来，倒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去陪那些大员外啊，我这就不用管了，来来，快去吧，好，来，大家请便啊，咱们接着喝啊，接着喝，阿荣，管家，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呢？我，郑管家，我没有鬼鬼祟祟。你看那桌人，他们特别奇怪，就那几个，自己鬼鬼祟祟在这说胡话，去干活去。别以为今天老爷和小姐夸了你几句，怎么就抖起来了？去干活去。是。好了，快睡吧。妈妈，我不要睡。我要出去找外公玩。天成乖，你现在要睡觉了，明天再找外公玩好吗？今天爸爸们回来吗？爸爸在泉州做生意，要回来一趟不容易。外公生日，往年爸爸一定会回来祝寿，可能今天路上耽误到了，也许明天爸爸就回来了。乖，睡觉了。
世红，今年你真的赶不回来了吗？是不是在路上出什么事情了？到底怎么样啊？车子还能不能动啊？少爷，车子坏了，今晚恐怕是赶不上李老爷的寿宴了。那怎么行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给我爹贺寿。我跟玉清还有天成一年没见了，今天晚上我非见到他们不可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这车能不能修好啊？少爷，还是不行啊。车子修不好是吧？那行，我走也要走回去。这，哎呀，少爷，使不得，离县城还有30多里，今晚肯定来不及了。而且，这荒山野岭的太危险了。哎，少爷，前面有一家旅馆，今晚我们先在那儿休息，明天再做打算吧。不是，少爷，真的太危险了。天成，老爷，魏哥，